制氧机使用前检查过滤网，如果发现灰尘，清水清洗，晾干使用。检查过滤器，如有发黑，需立即更换。锁定万向轮，取下湿化杯，打开湿化杯，倒入适量纯净水，拧紧杯盖，放回并插紧湿化杯，将吸氧管连接出氧口，正确佩戴吸氧管，接通电源，打开电源和开关，定时按钮，自由选择吸氧时间，同时具备雾化功能，一机两用。连接雾化组件，拧开雾化旋钮，插紧雾化导管，倒入药液，点击切换雾化按钮，戴好面罩进行雾化。制氧机放在距离墙壁、织物或其他物体至少50厘米的位置，排风口无阻挡物，勿与其他电器共用插座。使用前清洗湿化杯，保证氧气卫生。制氧机噪音低于45分贝，给您一个安静的吸氧环境。95%高纯氧浓度，养出您的好心情。遥控操作简单便捷。